好，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我们常讲哦，在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到现在，已经快两年多的时间了，真的是时光过得非常的快。而两年多里面呢，访问非常多的来宾，每一位来宾呢，其实都是在对我们的节目里面有非常多的付出贡献跟想法。因此呢，孟凯现在在地方上有些行程在走动的时候，常常遇到我们过去访问过的来宾哦，都觉得说每一位来宾其实持续的在我们节目上来努力付出奉献，然后并且在地方能生根。我想这是我们身为希望好所在，我们共同的推手一个最大的乐趣，也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好，那今天呢，节目也一样呢，为您安排非常多精彩的一个专访。首先这一位呢，这个专访呢，其实我们到节目要开录前一秒钟都还持续的在聊，因为呢，真的话匣子一打开哦，其实孟凯自己本身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跟他请教，来跟这个老师请教，所以呢，我们真的会很，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访问。那我先手上有拿到这个，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啊。透过镜头，不要以为这是什么龙眼还是什么吃的东西，然后拍谁？不过这样子形容，抱歉，有点点不礼貌。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传统智慧的，这就是围棋的黑子啊。那还有白子嘛，对不对？以及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这是我们麒麟儿童棋院，这算我可以称呼院长吗？可以啊。院长，对不对？好，来，我们欢迎我们麒麟儿童棋院哦，这个是我们的来宾院长赖明坤赖老师赖院长，来，赖老师你好。哎，你好。是赖老师，是不是我们简单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我们摄影机吼，前面已经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小的围棋盘，然后还有呢，就是今天您特别要来带来讲解一下，是说，当初怎么会走上围棋教学跟学习的这个领域跟这条路？最主要就是大学的时候对围棋有兴趣啊，然后就想说能不能将来就是从事这一行，让自己的兴趣跟收入合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说从小开始学，所以在成为老师跟那个培养自己的棋力是同时进行的这样子。是，所以说等于是教学相长，边累积自己的棋力，但也边就是在教导推广给下一代这样子。对对对。可以先请教说，我们国内学围棋的人数，或者说风气，因为当然，围棋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传统文化哦，它真的已经变成文化学问跟一个特殊的领域了。因为国际上这个围棋比赛，围棋大师，这个日本办了很多比赛，中国大陆也办很多比赛，我们台湾有很多比赛，这真的那个棋手啊，我们知道是说是非常德高望重的。那但是现代人好像手机啦，这种3C产品也很多，某种程度上好像也会让一些小朋友分心啦。您自己怎么看说现在我们国内学习围棋的风气跟目前学习的人数的一个消长？我觉得以前麒麟王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那时候的确学围棋人口达到最高峰嘛，那现在是有一种下滑的趋势，但是长时间来看的话，围棋它都有一定数量的那个学习人口，因为就是比如说就是学围棋它有些好处，开发智力啦，培养专注力，这些好处它一定会带来说稳定的学习人口。对，只是刚说过跟麒麟王流行那时候比起来，这的确是少很多。这样子是。对，麒麟王这真的，其实日本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不得不佩服。对对，你说像他们漫画，有些漫画产业，像足球小将一红的时候，整个日本的足球全都被他带动。是是是。灌篮高手厉害的时候，大家都在打篮球。那尤其刚刚那个我们赖老师有特别提到一个叫麒麟王的这部漫画，对，已经画完完结篇了哦，但是呢，他的那个塔矢亮哦，对不对？这个男主那几个男主角这样子，然后反正到最后就是推广带动了一波这个学围棋的风潮。好，那老师您自己现在开创了这个麒麟儿童棋院啊，到目前为止多久时间了？而且都是持续在我们地方生根。那现在的学员人数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
其实我们麒麟不是我开创的啊，是我是第二代的老板了。OK 啊，第一代老板他早期他是因为自己孩子都要去台北学围棋，那比较远，后来请老师过来这边授课，最后他决定说找一些社区的孩子一起来开创那个围棋教室，这样，然后慢慢把它发展起来的。那老板后来因为他比较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做选择，然后他想要选择家庭那一块，然后把棋院交到我们手上嘛，这样子。是 ，OK。所以现在等于是您毅然决然，你就把它再给接，对，就把它扛起来，这个传承的重任要把它给接下。那这样多久的时间？大概有六七年了，大概六七年是。那目前，因为我们看到是说，其实像学生的人数，其实从国小、国中都有学习，甚至更国小、更小的小朋友也应该会有开班授课哦。有啊，最小四岁半，看状况是看他的那个语言能力好不好。那他如果能沟通的话，那基本上四岁半可以学。OK。那我年纪最大的学生有85岁的，对，都已经是老长辈了。对对对。但是还是对于围棋这个领域，这个因为学无止境，对不对？我想这个领域应该是可能到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除非你是什么超级电脑。但即使是超级电脑，它可能到目前为止在围棋这个领域也都持续的在学习中。因为它可以强化我们脑袋嘛。对。是，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说我们现在桌上有一个围棋盘，对，可是它比传统的围棋盘小很多，对，这个是有一定格式的小围棋盘，应该这样讲，它的最主要它的一定格式讲是它的格子宽度，对，它不过呢，它尺寸分成三种，一种是九路，一种13路，那我们看到。印象中的正常围棋大小是19条线、19路，这样子。比赛也有分这种小朋友的比赛，所以这个是小朋友的棋盘，小朋友的。哦，是，所以说它有几？你说就是从连边线一起算，对，所以1、2、3、4、5、6、7、8、9，哦，9路，9条线，对，那9、9、81，对，所以它总共有81个点，对，对不对？所以你黑棋只要占了超过42个点，达到42的话，就已经过半数人就是赢的人，这样子。是，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棋盘啊，我还不知道说有小朋友的棋盘，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大大的，有没有？以前可能各家家户很帅气的那种棋墩，对不对？对。但是也有这种很小巧，就是让小朋友学的这一种。或是我本来以为这是旅行用。可能旅行你有围棋爱好者，你就是带着可以旅行，随时下走到哪下到哪。那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做题目嘛，然后我们可能用到的那个范围不是那么大，那我们可能只用一部分而已。对，所以我可能就是就不用拿掌握一些时间，我就可以用一个小的完成我的题目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它也是培养计算能力的一个好工具这样子。是了解，所以说是完整其实它就你就把它想成是整个棋盘的1/4的一个角落这样子。对 ，OK， 那。更重要是小时候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有，就是一块木板啊，正面是那个象棋的大盘的，对，然后背面就是围棋的，有没有啊？对，所以其实可能家就因为孟凯小时候就是跟爷爷下棋哦，不管是下五子棋、围棋或者是象棋，那都是这个传统的回忆就回来了，对，所以。老师，您说最小的学员有4岁，只要他可以，他就来学习。对，那最大有85岁。那围棋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好处？您刚刚也提到，那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帮我们说明，就说有没有实力是这个？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原本是比较活泼好动，那来学了围棋之后，可能对他的一些人生或对他的一些行为举止上有一些改变。基本上家长想要让小朋友学围棋的这个念头都是想要他能够坐得住啦，然后还有让他变聪明，对这件事情，那围棋刚好就符合这两个特质。好，那因为你下一盘棋时间是真的蛮长的，那当然下这个比较快，好，那如果正常的规格下的话可能时间就比较长，那小孩子久而久之他慢慢就能够定得下来这样子。是，小孩子
久而久之就定了下来。其实我真的相信啊，就说一个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如果说你真的让他引发兴趣的时候，他坐下来应该就会马上投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他就会忘了去这个活泼好动，因为他会一直专注在这里面，他会专注在这里面，然后他想要去弄清楚这所有的变化，那他就有一个好奇心跟那个求知欲就出来了。对，没错。欸，其实我现在可能观众朋友看孟凯有点忙哦，就因为刚老师在节目开始前也教了我秀了一招，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下？因为孟凯一直看那个这个麒麟王，它里面都会讲是说要这样子下棋，用两指夹着，这食指跟中指夹着，然后下棋。那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感觉以为这样子就是要这样拿起，这样下。那原来真正的高手，真正的下棋是应该要像老师这样。来，老师请示范一下。就是我们拿棋子的话，哈，就是棋子在这边，然后我们要把它成为像这样子拿在手上的话，这过程是其实是用食指跟拇指，我们这样把它提起来，好，然后提起来之后呢，我们把它翻转过来，然后我们的中指做一个辅助。然后夹住之后，确定它稳定了，然后再伸出去，这样子。那我刚刚看主持人在放棋子，好像有点卡卡的。对。那主持人在放的时候，是因为你的这个手指头吃太多的面了，所以你有点放不下，因为你没有接触，所以你在手指头后退一点，它就可以下出来了。哦。就有一个清脆的，对，拍下去的声音，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将军。对，哦，将军的感觉。对，但是这围棋就是奥妙的地方就在这边。是，老师，所以说其实我刚这样练习啊，我可能有应该算有点天分吧。我这样已经好，刚刚以为成功，那个 feel 又跑掉了。对，对对对对对，是，对，好，好，我等一下了节目之后再自己好好的来练习。老师，赖老师，我们再回来哈，就说。您这样推广了，您说围棋这个领域，您算是推广14年，那你也接下这个麒麟儿童棋院这边也已经6、7年的时间了，那14年的话，等于是你第一个教学的学生到现在，可能如果说假设他是国小那个时候，那到现在他已经20多岁都出社会了，您有持续的联络吗？他们会觉得是学习之后会持续的在这个领域上来经营，或是耕耘，或是持续的保持对于围棋的兴趣吗？这问题蛮大的，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我们在接手这个，从第一代老板这样手上接手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原班底，没有换的。是，那学生也是很多老师教出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有些学生他都会回来看老师，好，然后他不局限于说他可能是看我，他可能会看别的同事这样子。那目前来说，很多是在大学左右，有的是真的出社会了，那我还有遇过是已经结婚生子了这样，这感觉桃李满天下，对啊，然后时间就过很快这样子，对，没错。老师，那从您自己这样子日夜都是精进，也是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啊，就说我们现在因为其实我觉得围棋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是训练思考判断能力哦。我们讲说这主要的几大这个主流的棋类活动啊，包括说这个中国的象棋、西方的西洋棋，以及当然就是这围棋，应该也可以算是，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围棋嘛，对不对？对，那这三个棋类活动来讲，哈，运动比赛哈来说，象棋的变化最少，西洋棋次之，那围棋是变化复杂程度、思考程度以及那个套路程度最复杂的，所以说才有之前这个超级电脑10年前就打败了人类冠军象棋的人类冠军哦，8年前打败了西洋棋的人类冠军，但是到最近才有突破人类的围棋冠军哦，这也就代表是说它的那个复杂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那您自己怎么看说？在就像去年还是前年，我才听到就是说这个超级电脑打败了这个人类的围棋冠军、应该说它叫人工智慧啊，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对对对，那
自己会觉得很 shock 吗？这样 take， 我是觉得不会啦。然后我比较 shock 的是那个主持人有做过功课哦，是吧？对，然后主持人还蛮了解的，这样他整个过程都非常清楚。我觉得主持人比较厉害。谢谢、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应该也是一个这个人工智慧它的演算，但是其实对于人类来讲，其实在围棋的这个领域还是占有一些优势吧，我们。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哦，现在几乎就变成说，我们人类其实虽然被人工智慧打败得很惨，但是毕竟在比赛上来说的话，围棋是人跟人之间在竞赛了。对，他不会说真的拿电脑跟人竞赛，那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嗯，因为他已经超越我们太多了，他已经出到好几代了。嗯哼，只是说这个人工智慧对我们人类有什么用处？他可能用在别的项目上，可能是医疗啦，或投资啦，甚至可能教育也可能去做一些决策的。那围棋它的好处之一就是说，它可以培养我们的决策能力。对，我们今天在这么多项的选择，我们必须选出一个结果是判断是最好的，但往往我们人类会有那个感情啊，会有喜好，那情绪出来的时候就难免会失准。嗯，但因为电脑它是没有情绪的，对，它只会选择一个是成功几率最高的方式，这样子，所以它跟我们的人生的哲理还是稍微有点不同。我们人生也不会这么单调，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意外，所以我们在下棋上会觉得说它非常有趣，很精彩，我们期待遇到不同的对手，那下棋就会很好玩，这样子，是。那您自己现在在看，就是说像台湾，或者说可能我们现在比较了解，好像日本那边办围棋的一些相关比赛都会比较热门，或者说他们的奖金可能也许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些好的棋手都持续的有在去国际上来做一些比赛吗？有啊有啊，那个像那个，张许啊、周俊勋啊，他们都是九段的高手啊，是，他们都很厉害啊。然后女生也有那个谢依敏，她是日本的那个本因坊，对，这些都是超一流的高手。是，然后我们的台湾人实力是不容小觑啊。对对，其实对，就我们的培养或是我们的这个实力来讲，其实都还是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啊。对对对，只是人数上，因为我们台湾本身人数就比较少了，那他们的数量当然自然会赢过我们很多，这样，但我们的素质并不输人家，这样子，了解。对，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我们不用妄自菲薄的部分。对，其实刚刚我们赖院长有提到一个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下棋之所以好玩，其实就跟运动比赛一样，如果说我们只是要追求一味追求快啊，或者说一味追求跳得高跳得远，那就开车最快，是，对不对？我们人是赢不了机器的，是没错。那另一点是说，也提到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哦，就刚好孟凯最近又想到了这个《天龙八部》里面就有写到这个玲珑棋局啊，那里面的破解方法，大家讲是说啊，其实怎么样破解都没有办法破解得了，但是最后就是要先毁掉自己的棋子之后，反而就豁然开朗，反而就另创新局。没错，在您这个钻研那个棋谱里面有类似这样的做法吗？或者是说像棋谱，我看您也随身携带一个棋，这算是棋谱吗？它算是叫做那个节棋的创作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些节棋的训练，它主要培养我们的那个计算这样子。然后加上今天这个小棋盘，就是方便我们随时在研究用的。对对，你会随时会拿出来翻啊？我看有时候会，但如果我们今天是搭车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利用很多的啊，像手机啦，对，应该也有很多 APP 都是有相关的，对，或我们就是简单的拍照把它载入进去，那我们拿出来，那往往是只要在心里面算就可以了，这样子，是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就在心里面计算，然后练习计算力这样。是，好，那我再请教赖老师说这个我们的学员啊，因为其实我们拉回来还是我们麒麟儿童棋院这边哦，就是持续的来做推广嘛。那一般来讲，像一些您说四岁、五岁、六岁的小朋友啊，通常他们可能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比较
没有兴趣，所以说像我之前也提到，就是说以前我跟爷爷玩的时候都从五子棋开始玩起，来增加说对围棋的兴趣。那就您的经验来说，通常是多久时间，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一个小朋友会对于这个围棋会是比较有兴趣，并且进一步的投入这样子？我觉得小朋友在四五六岁学围棋，他的感觉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嗯，其实他们第一个是从他们的视觉、触觉去接触这一套东西。对，所以其实早期在学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东西往往是要去练习算术。嗯，好，围棋中包含了算术。那在棋子间的移动就牵涉到逻辑。对，这就是他完全没有的，因为他毕竟他连那个数学课都还没上过。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在教围棋的时候也好像在当数学老师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要说故事，所以围棋老师其实是我觉得上课还蛮忙的。对，是。对，可不可以稍微简单，是如果说像一个年长，对，因为您其实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像这个年幼的小朋友，他可能都还国文课也还没有上，然后还不认识字，然后这个数学加减乘除也都才要摸索当中。嗯，那怎么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去引发他们的兴趣，跟说教一个成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嗯，这就有点像是课程，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课程设计。围棋课会上什么的感觉？啊，是。对，那如果要用解释的话，就要解释很久，就不如说我们干脆就直接来做做看好了。是。那我们一般来说，有一些东西是小朋友天生他就可以理解的。嗯。那老师就会把棋子这样放一放啊，然后问他说：“请问一下，你觉得发生什么事？”小朋友很厉害，他们天生就会说：“欸，那个黑棋被围起来了。”对，然后我就说：“哎，对啊，你觉得黑棋被围起来，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觉得那黑棋死掉了。”哦，真的吗？你觉得黑棋死掉了？那我们就说他死掉了吧。我们就，那你觉得死掉怎么做？嗯，我觉得应该把它拿走。嗯，然后这都是变成说，其实你会发现天生的，对，他天性或者人类其实天生就有一定的智力了。嗯哼，只是刚有提到说学围棋好处是把它变聪明。但是我觉得这十年下来，我有一种想法是觉得说，其实围棋是引发你，让你知道如何适合去运用你的智力，嗯，如何运用，这才是重点。嗯，对，老师在旁边教围棋的时候，不要小看小朋友。对，小朋友很多他自发性的他就能理解。嗯哼，那可是又牵涉到算术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刚刚为什么可以吃掉这个黑棋，因为四个交叉点嘛，对，它有四个空气。那今天可是如果两个棋子组合起来的时候，那难度会变高啊，就变六个，那空气会变成六个啊。嗯，对，组织很快。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八个啊。好，那遇到小朋友就是说他可能学过珠心算啊，那我就会考考他说，那两个棋子加起来会几个空气啊，两个棋子加起来几个空气，啊，然后很马上他就说四加四等于八啊。嗯，可是刚主持人有算过啊，是六个啊，六，因为他图形改变了。嗯，就是现在围棋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图像的记忆能力。嗯哼，这就跟你想象中的一些又有点出入，所以我说没办法很清楚的讲，就是说它不是很好说。是，对，有时候。但是我觉得赖院长刚刚的一个教法已经诱发了我的兴趣了。真的吗？对，如果说小朋友他可能一开始进来，他透过你的讲解，其实已经想要更知道更多。哦，那不同的变化的时候，我要用几个方法、几个排列组合来去因应。我是不会去限制孩子说，我们今天就要一定背一个套路，或者说他一定要怎么下，规定他下在什么位置。嗯，那我们只是去判断他好或不好。那人工智慧出来，它造成一个最大革命，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不太敢反抗那个职业九段的权威。嗯，可是经过人工智慧的一些新的下法，那我们看到以前的下法有一些东西是错的。可是这些下法里头，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是孩子天生就会下出来的。嗯，所以我现在都有一种恐惧，说我不敢随便去批评孩子的棋是对或错。嗯，有时候只是因为我们人类不够聪明。对，没想到。对，但他们是最纯粹的部分，所以他们下出来往往最接近真理。是，对对。
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那个玲珑棋局，就是多少段的高手来都不都下不破解不了，就是一个小和尚，对，是一个虚竹小和尚，他只是随便一空，然后下到一个完全人家觉得说啊，你这个是笨蛋，怎么会下到这个自杀的一个位置？没想到就破了这个局，对不对？对，我们思考有一个惯性啊，只有一个不是局中人，他才能够突破那个惯性的存在，没错，是哇，这今天真的是非常难得啦。来，更多如果说你想要了解这个围棋的奥秘、围棋的这个乐趣，甚至你觉得说家里有小朋友想要让他培养一些这个逻辑思考、判断能力的话，真的都可以来跟麒麟儿童棋院哦，这个是在新民路。新北市淡水区新民路上的麒麟儿童棋院，那今天很荣幸来到我们现场，是我们的赖院长，特别感谢赖院长的一个解说跟指导。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希望好所在，马上回来。